彼此皆如自然无住分别。这一句话真懂，彼此皆如，你还会有分别吗？没有分别，你还会有执着吗？都没有了。这一句话是帮助你彻底觉悟。宗门所谓当头棒喝，这一棒看能不能把你打醒啊。确实有不少人在这一句话里头大彻大悟，他彻底放下了。放下什么呢？下面《文殊般若经》上有一段经文：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，不生进步亦不疑惑，如是人者，速得阿耨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马上就证得了。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极乐世界是佛法，华藏世界是佛法，天堂是佛法，人间也是佛法，畜生恶鬼地狱全是佛法，一法不漏啊，法法皆是佛法。你听了怎么样？有没有问题？真的呀，很多学佛人听到了进步啊，会吃惊，会恐怖啊，这大概是魔术的，这不是佛说的。这个话真是佛说的，不是魔术的。佛说的是真话，佛为众生说法是一二谛，一俗谛我们懂，我们很容易明了啊，比如讲伦理道德，讲因果，我们很相信啊。那佛说这一切法全是佛法，把我们搞糊涂了。所以这一类的法佛不常讲啊，你程度不够啊，不跟你说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也是按照次序来的，所以他老人家讲，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这什么意思？后世这一些学佛的学生要懂得循序渐进，好像念书一样，你一定是先念小学，再念中学，再念大学，最后去念研究所，不能劣等啊！什么小学中学都不要了去念研究所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啊，最近这一百年来的时候就犯这个毛病，所以一个成就的都没有。你能说他不用功吗？
你能说他不专心吗？啊，他很专心，他很用功，他练等了，一开头就修大乘。啊，所以学了一辈子，学得好的，得的是什么？佛学常识、知识啊，没智慧啊，啊，有解无行，啊，甚至于他的行还不如一个普通在家人。这是不能成就的原因呢。啊，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们普遍劝导大家从三个根做起。啊，这三个根就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，这三样东西不能落实。你学佛没有根基，啊，像盖房子，你没有地基，你盖个茅棚可以，你想盖一栋大楼是决定不能成就。根重要啊！啊，这100多年来。至少是150年，把扎根的教育是活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多少人都想不出这原因。啊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固然你能够真干10年时间啊，10年用2年扎根，用8年的时间去专攻专修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不但得三昧，肯定开智慧啊，三昧智慧现前，你的神通道理自然就有啊，那念佛往生净土了，你随时可以去了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，这叫什么？生死自在。不用很长的时间，10年足够了。业障烦恼特重的人，10年达不到，坚持下去20年，肯定达到。啊，如果你说我没这么长的寿命啊，不要紧，你要是真干，真正为世间人做个证明，为学佛人做个好榜样，你的寿命自然就延长。啊，你今年80岁没问题。啊，真肯干，我相信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。你说我还要学20年，一门深入，你的寿命肯定超过100岁。
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，让你做个榜样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相信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你的真干光说不练不行，那是假的，你能骗自己骗不了佛菩萨啊，真干就得到真的加持。啊，所以《文殊般若经》上这几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肯定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啊。啊，反对佛法的人也是佛法，消灭佛法的还是佛法。妙啊，妙极了啊！太平盛世是佛法，天翻地覆也是佛法，真妙啊！啊，为什么有这些变化呢？变化是随着你的念头在变。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！啊，法真心现的，所有一些变化，妄心在干的，真妄不二啊！真是如，妄也是如，如如啊！知道事实真相了。无论是真无论是妄都不动心了，不动心就是佛法的成就啊，如如不动，你不知道如如你会动心啊，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真正知道一切法如如啊，自然就不动，自然就定下来了啊！定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！定是照见，不是看见不惊不怖，也不疑惑啊，如是忍者，这个忍有肯定的意思，认同的意思啊，这是智慧的认同，不是感情啊，真实智慧的认同啊，肯定俗得无上菩提啊，无上真等正觉，你就得到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